姐好，影片还没开始之前，请大家帮帮忙，打开订阅旁的小铃铛，选择全部，以获取最新的影片通知。大姐好，我是呆呆，今天要讲结婚前疯狂一次的故事。故事开始，我们的男主角在大街上漫无目的的走着，走着走着，他看到了我们的女主角，两人深情的对望了一下后，女主角就上车了。哦，原来他们一般是同学啊。一名穿着红色衣服的女士告诉男主角，女主角就要结婚了。男主角看起来很伤心咯。画面一转，来到女主角结婚的三天前，哇，她居然过来找男主角啊。哦，原来两人以前是情侣，女主角特地过来回忆一下的。晚上大家约好了一起吃饭，只有男主角看起来不是很开心咯，也是的。哎，人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。晚上女主角主动过来和男主角聊天，聊着聊着他想要了，嘎搞嘎搞。搞完的隔天，两人一起去曾经拍拖的地方怀念一下以前，接着又是嘎搞嘎搞，直到女主角结婚那天，故事就结束了。做哎厉害不代表什么，做哎厉害又得到女人的心才是王道啊，拜拜。